赢了真水，但是选举是千变万化，选举的结果是票数较悬的人调，唔是即卖民调较悬人调。所以我只拜托大家，正月十一迄一天，大家一定爱投票，不但咱爱投票，亲戚朋友、是世啊，伫外口，你依然有投票权的，拢爱请因倒来投票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我蔡英文一票，陈老票一票，民主进步党一票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拜托大家，咱共同来守护台湾，建设宜兰，后壁需要大家做我上有力的靠山，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大家。好，非常感谢，感谢咱认真拍拼咱的陈老票立委，咱所有在场乡亲，另外非常关心的永安矿场啊，咱拄仔咱陈老票立委讲无着吼，我直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，九月二六迄天。咱永安矿场要伫环保署环境影响评估要审查，咱陈老票立委第一时间啊，伫咱迄个环保署遐，甲这个案甲查落来。我相信未来咱所有乡亲关心这个矿场会伫咱内城遐开发无？咱台顶咱所有宜山乡咱乡亲所选出来民意代表，大家拢要甲咱乡亲徛做伙，要一直来抗争，来反对着这个矿场的开发。我相信有大家的支持，啊，搁台顶遮的民意代表共同的拍拼，咱一定爱甲这个矿场的开发给砸落。大家讲安尼好，好唔好？好。嘛要拜托大家，一定无论如何来斗连署。即阵咱反对矿场开发的连署数已经超过300,000啦。咱的目标是会希望讲会当达到100,000的时阵，我相信咱政府一定爱听咱的声音，袂当让这个矿场安尼微微三走。拜托大家全力来支持，咱来反对这个矿场的开发。大家讲的好，好唔好？好。当然，咱起厝起一半，师傅唔通换，咱一定爱下咱的蔡英文当选连任，爱下咱的陈老票当选连任，咱爱予咱的民主进步党过半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咱即摆大家同齐来话，我来邀请咱现场，咱所有的乡亲时代，咱各位中国，咱大家同齐站起来，咱大家站起来，把咱的旗仔来举起来。